家好啊，我是小儀，今日整个碌我嚟食，而家先摘翻啲葱同埋啲蒜。呢只鹅有八斤到。啲螺屎忽我就切掉咗啦，因为啲螺屎忽系好腥嘅，所以我唔要。而家先放水，煮到半熟嘅嗰阵，就拧起身，放嚿葱，放啲盐，大概滚咗成五分钟左右，就要翻过嚟。而家开始碌鹅啦，落翻啲油，差唔多黄黄地就好啦。而家落啲香料，啲特制香料啊，哇，好香好香。放條鵝落去，另一項生抽、蠔油、再整翻兩嚿南乳、豉油醬、半殼。放啲蜜糖，蜜糖可以起到上色嘅效果。啲蜜糖系冬蜜，老抽我就唔放啦。而家放两壳之前啲鹅汤，炆半个钟左右。而家小儀要出發去隔離村嗰度，因為今日係3月5號，係雷公比亂日。